I love you 那种 love， 然后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我清楚地看见你。哇哦！好好玩。属于我们俩的房间。你活这么久了，你多久你才遇到一个你这么喜欢的人？你都不愿意为他在机场狂奔。可能年代不一样。不是吧？这顿饭我不想吃了。好期待呀！来来来！我真是，我猜对了耶！对呀、啊，他们两个 ，yes， 哦、oh, ，太好了！哇、wow ，一个。就一个吗？怎么？还有女孩给男孩送花，好可爱！啊、一个小礼物。好、啊，谢谢谢谢谢谢，是有用心的，很美好的。谢谢，我真的好久没有收到过。嗯，哇，你喜欢就最好。皮革，哦。你想喝什么东西吗？水就好。OK。在我们广州，别人帮忙倒水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嗯，这个我喜欢。哦，然后就是表达感谢，谢谢。明浩，你刚刚拿着给我啊，谢谢。看来你还是了解的很蛮多的。我觉得在中国已经十年了，所以好像是学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你的中文真的讲得很好。是吗？嗯，迷迭加油。你觉得我们做这种柿子怎么样？可以啊，柿子事事如意。好，那我们开始了。好，怎么弄呢，迷迭老师？还没有到这个老师的级别。他们两个你不觉得很舒服吗？对，老师的级别。没事，今天你教我，你就是老师。我们选这个，要穿过去。试一下，他们俩其实很般配，我觉得。嗯，我的手也是很抖。Sorry。但是应该已经穿过去是吧？对，穿过去了。哦，完美。真的是心细手也细。要是我，我跟你讲，我穿的时候我就故意自己手刺到，然后吓女生。偶像剧演的比较多。我的话，哎呀，小可爱。Sorry， 您我出汗非常多。没关系。他很紧张。那我们慢一点。慢。不紧张。不是，没关系，过了几分钟我会放松的。OK。我昨天看了大家准备的礼物，但是没打开他们的什么，但是从外面看他们的有点大，那个非常繁华的。但你的很用心。谢谢。哎呦喂。他很用心，那个卡片就已经无敌。对。波斯吉。其实我选那个礼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做友情还是爱情，我觉得这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慢慢来，你看不到结果，所以说那个你中以后也看不到一下子结果，就需要慢慢花时间照顾。他的这个寓意真的很好，就是你喜欢慢慢相处，对，慢慢的感觉，慢慢。对，对，妹妹。他讲这段话就是代表他自己的爱情观，对。就有一首歌叫《妈妈喜欢你》，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莫文蔚的歌，对，那首歌我也写。OK。其实有对上，对，就是有一点含蓄。歌词。对，歌词。然后是最重要的是，
有一天你的花开花了，对吗？嗯。它现在不是现在普通的花了。哦。它就是。它就是属于你。属于。它就是属于你的。这句话我识过。嗯。好浪漫耶，这是像小王子说的啊，世界上有5000朵跟你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因为你花了时间在他身上。对，哇，我也好喜欢小王子，我也喜欢。然后我出国比较早，换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当时我学了一个概念，如果你去换环境的话，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可以当作一个植物，你只要给它太阳、水，嗯，就是它有一个还是会生存下来，能体会到你是，我觉得它有代表你的感觉，是吗？嗯，我觉得你礼物选的很适合，谢谢谢谢。I tried my best。有 get 到，有 get 到。你真的感受到他内心好丰富。我之前就想说，因为小屋有很多绿色的草地，我也想说要不要种一点东西。对。我还在看要不要买一些种子。嗯，那正好，结果种子就来了啊，好缘分哦！就觉得很不错，我要选这个，我要选这个。现在女生其实对他是有好感的，对，这个女孩也很加分哈。他们在同频交流，同频，他们气质很搭，他们俩一定可以的。虽然我可能种不好，你已经做了吗？还没。啊，我可以一起。哎呦，对，我想说今天和一起。一起种，我很喜欢那个花，我就很期待能把它种出来。我一直在想，谁会选这么漂亮的箱子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箱子？然后是天哪，好好奇。我看了你的那个信。所以我准备了那个花。哎呀，你看看他俩，他呼应了他的。我看了你的那个信，所以我准备了那个花。啊。一笔一画写的，好动人，字如其人。你看这个字，那个字看得懂吗？看得懂，写得很好，很拿写了大概40分钟。我是一个，真诚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真的。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留言很 sweet，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给你带来这种，就是我选了一个温暖的色调，希望让你也可以有很开心的每一天。谢谢。很正气的感觉，他们俩都很温暖的，是的，很温柔，很温暖，都有替对方想到。还有三个，没关系，我慢慢来，慢慢来，慢慢喜欢你，潜台词。我句句没有说爱情，但是我句句都是爱情。好了，可以吗？但是我的这个确实很不紧，你可能要帮我那个。哇，你这个我好完美呀、我这个怎么这么多裂缝啊？你这个缝怎么这么整齐呀、你里面也是很漂亮啊，我的外面这是片里面乱七八糟。一样的，也很好看呀。
现在在互相称赞哦。问题不大。好。哦，谜底老师说问题不大。以后我们放里面要放东西。哦，棉花。对，那个词我不知道，所以我把它讲东西。好可爱哦，棉花。怎么样？还不错吧，老师？嗯 ，perfect。来，我们。没有人叫过我老师，也点。所以你以后都会比较想留在中国？嗯，对。你知道我毕业的时候，为了完全了解一个国家，所以你就生活了一段。对，然后我说我来先工作一下，已经工作七年了，我说天哪。最青春的时光在中国，但是你是喜欢这里的。对。我算是在这里从男孩变成男人哦。然后我来的时候才20岁，度过了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对，那个 adult life 哦，男人。我感觉跟你交流，我完全不用想说我要注意，就是简单一点词，感觉你都懂。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啊，他们把我的中文能力低估了，他们觉得我听不懂，我其实听懂。他们觉得听懂的时候，我真的听不懂。没有，我们第一集不就这样吗？我们一直觉得说他到底听懂他们在讲话的语速吗？完美的错差。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你们，就比如说像你们文化里面跟我们一样的或者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个我爱你，我爱你这个说话、啊、我爱你哦、oh. Really? 中文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动词、对吗？英文也有 I love you 那种 love 或者 like 对 like you，但是我们是为了表达你对别人的感情，然后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我清楚地看见你，我清楚地看见你。哇哦、啊、有点感动。哇，这个表达太棒了。我们会把它翻译成我清楚地看见你。哇哦，然后它代表就是我喜欢你，我对你感兴趣，但是我没有这个专门的动词。哇，所以真的是我看见你。哇，太棒了。嗯，是因为你们的文化是比较含蓄。含蓄是什么？他害羞的还抖一下腿。含蓄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去。嗯，有可能吧，有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是害羞吧。真的、啊、米蝶是宝藏男孩哦，好神奇啊。真的来到广东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广东话也是挺不错的呀，想学一下。你有什么想学的吗？我只知道几句话。我刚到公司的时候，同事们叫我，然后那些雷猴猴赛雷，然后最近有一个同事叫我诺宗一雷，诺宗一雷。哦，哎呦，好会用啊！现在你就借着你不明白，你可劲儿说，啥都懂。嘿，诺宗一雷。哦，就这样，简单的。讲得很好耶。说死说死说死。还是需要四个数。嗯，那就可以了。然后就要放什么？啊？放什么？现在这一步要放什么？他在考他刚刚棉花那个词。放什么？放什么 ？Cotton。啊 ，Cotton。me something 呢 ？Yeah, me。棉花。好啊。白色的东西，棉花。棉花。
他现在变成他的中文老师。对，你看语言根本不是障碍了，就是里面最圆的一颗。是吗？嗯。哎，合拍你当时就是很 match 的意思。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小屋的。我选幸运，遇到感好的感情是幸运的事情。对，没错，没错，没错，是幸运。哇，合拍，哇 ，perfect！ 我的这一组好好看。我想到一个，不是可以上面写字吗？你想写什么？写今天，然后你也把你的名字写。啊，我就上这里。OK OK。是因为我们一起合作的。啊。我觉得你可以把我写上，我写的。嗯，就是让你写。不，就是让你自己写。这个很美好哎，希望我不会写错。写错也是很有意思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紧张。不紧张。他也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两个人三观太合了。一个叫……哎呀，这个妮妮，哈哈哈哈 ，perfect， cheers， cheers， yeah， I like it， you like it，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哎呀，合拍，幸运的合拍。那我在这边。欢迎。哦，谢谢。那有睡吗？已经有吗？啊，一整天的约会。来，我给你加加。好，这个。这个我很喜欢吃。加多点。啊，我想吃那个鸡翅。这个。谢谢。我发现他吃东西就是很小口，很含蓄。我感觉还蛮难找到，就是跟我一样在慢慢吃饭。是吗？很少遇到我的朋友。我们小屋的人，他们吃的快吗？快，昨天他们全部吃完在等我。啊，因为我吃的也比较多，又很慢，就大家都在。我一般跟同事们一起去吃饭，他们吃的很快，超级快，你知道吗？真的是合拍耶。那你还蛮适合去吃早茶，你知道吗？那个为什么？因为早茶就是吃很久，他们主要是为了去聊天，有一个地方喝茶。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呀。嗯，可以 social 一下。嗯，你不喜欢 social？ No, actually， 我其实，我非常喜欢聊天，但是我聊天的方式。还是通过安静的方式，然后我喜欢聊天比较深一点，不是表面上的 ，Let's go deep，really deep。下次可以教我，然后我复制那个 deep conversation。我觉得他很适合一对一，就是人多的时候，反而他凸显不出来他的这种魅力。嗯，我要跟你讲一点。你是你一般下班以后，谢谢，直接回家还是？看情况，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朋友在广州嘛。那如果有时间，可能会跟他们去吃饭。然后聊天就是你那个 go deep 的那个 conversation。我觉得 having good friends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之前的时候，每个节日差不多去。哦，你喜欢？比如说我们深圳冬天的时候，哦，很冷，你很冷对吗？但是你去海南还是热。但它比起你们那个你们国家就很热了，已经。对，长期都很冷。所以我不喜欢很冷的东西，很冷。所以在深圳待了已经那么久。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雪，所以还是很想去一些冷。是吗？在我们阿拉玛族那个山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酒店，它叫山的最上面，它算是在中亚最高的一个酒店，在山上面，它又有只有好像是九个房间，然后你大概窗户以后，你看到所有的风景，你周围什么都没有，你只有你的。这种是我的那个 dream trip， really nice。然后你早上起床以后，把滑雪的东西他给你安排好，然后你从上面直接下去，然后他把你的行李给你带过去，送给你。所以这个流程是非常 nice。哇，好好呀！太好了吧！哇，好好，好心动，好想去。反正心动，心动。想立刻去，因为我有一个很想去经历的旅行是森林里面就没有人的小屋，就那个世界就只剩下你跟你，不管是等于伴侣还是朋友还是家人。此刻没有家人跟朋友，就是伴侣。你急啊，我感觉你比他们都急。就是那个世界就剩下你们这些人的。可以，下次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植物。跟你在一起是不是 OK？ OK。Hello。应该是沐晨，回答啦！Hello。哇，太高兴了。所以香薰是你送的，对啊，嗯，你喜欢吗？不喜欢。哎呦，那他坚持这个还是对的，一眼就看中了那个盒子，然后一打开发现是香薰，喜欢就好。他感觉也蛮高兴的，男生。所以你为什么送那个？因为就他名字叫海岸线，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是有三个颜色，就有点像。就是夕阳落下的时候那个海面的一个景色的三种颜色哦，所以就很好看。不过我们先去滑雪。哦，好想去哦。你有滑过吗？我滑过一次。尽量努力不摔倒好吗？可以吗？我帮你吧。哇，你看，帮他穿鞋啊！哎呦喂！会不会松？好。哎呦，偷笑。羽凡心里很开心。OK， 小雅特开心了，宝宝，好，哎呦，小心，你小心一点，好，来。哎呦，哦吼，这个很难吧？这个，小心，你先，等一下，哎，我先等你穿好。好。我扶着他。运动细胞失灵了。哎呀。哎。哎，我终于好了，我走了。你小心一点。哦，关心。你没事吧？没摔着吧？
这样很加分哦。根本没有站起来。没事，我们还有一半程可以滑。我在站起来。可以了，鼓励鼓励。啊，开心。好，你先稳定一下。我们滑这个后半部分。为什么？你身体不要这样，这样你就肯定要倒。前倾一点，这样就不会倒。好，他比较有耐心。他有照顾到雨凡。对，走。加油，加油！你慢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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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很配啊，我觉得。对对对。哎呦！我觉得好浪漫。雨凡好可爱。没事没事没事，马上到马上到。雨凡开心。啊，好美的双人啊！啊啊啊！小心点。你说夏天有一组这样的心动回忆多好，还玩吗？还玩，当然要玩啊！这么好的机会，你想玩就再玩一次。哎呦，真的是好可爱的女孩，这画面可以的，可以。好好玩，属于我们俩的滑雪场。哎呀，止不住的喜悦，这种很浪，好浪漫啊。沐晨很可以给对方情绪价值。嗯，选的滑雪也算聪明，有肢体接触是吧？对啊，去吃饭吧。好。啊，你知道昨天选的时候，就是我转了一圈，然后就马上锁定了这个盒子。我说这一定就是我的盒子。十分想拥有，好主动呀，雨凡。对，然后我觉得这盒子是最好看的。谢谢你。我也很喜欢蓝色。哎呦！然后打开看到是香薰，我说完蛋，我就要这个，然后就很快的宣告。然后我今天穿粉色，我就想说我要配那个粉色的香薰。嗯，他很用心。对，那个粉色很好看，我今天穿的也是蓝色。对，我看到了，我自己就喜欢买香薰，然后烧那个木星，它就会有那种白噪音。对，然后我觉得很治愈。对，那个声音超喜欢，很平静那个声音。对，我就喜欢在家里烧它，有共同话题。嗯，就其实我在选这个礼物的时候，其实这个它也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我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对，算吧。因为就是就像它最底下那一层是檀木香嘛那种，然后就是比较平静的，就是我的生活的基调还是一种比较平淡的。然后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比如说像最上面的那个粉色，就是可能就平淡的生活中会有一些浪漫的瞬间，这种感觉就是会比较特别。啊，他名字就叫海岸线。因为我是泉州人，就我在泉州长大，所以说就是跟海非常的近，所以海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种家的感觉，那种归属感的那种感觉。我去过两次泉州，我觉得很有烟火气，我挺喜欢泉州的，就反复去，我感觉我还能去。还会再去。哎呦喂，雨凡非常直接。嗯，坐这边。好，谢谢。绅士行为。
看着你就开心了，终于吃上饭了。对，感觉应该都能吃完。可以，我们多吃一点。你也多吃点。哎呦，我今天也多吃。我们今天毕竟是经历了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吃今天。哎呦，你看，挺好玩的，第一次滑雪。下次去更好玩的地方。这样去。哎呀，好明显的那个眼神。那你之前去台湾就交换，是交换了多久啊？交换了一学期。感觉你也挺折腾的。就喜欢这种探索的这种感觉，看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吧，就会觉得就是包容性会更强一些。没错没错没错。你是纯理科？对，他读的专业也是只有理科能报的专业。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有逻辑的思考一些问题。嗯，那你感觉你比较向往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就理想的你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你形容那个香薰的状态就是我很理想的状态。啊，你就是我理想的状态。今天的表达全部都是大直接。你形容那个香薰的状态就是我很理想的状态，就是大的基调是因为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相对安稳的生活，主动的表达。嗯，然后在这种生活的基础之上，然后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惊喜，然后去体验不一样的乐趣。先吃吧，先吃吧，你饿坏。嗯。还挺好吃的。感觉很下饭。嗯。我给你炸点虾。交换一下。你是不是挺喜欢吃虾的？是的。我昨天有看到。嗯，关心那个眼神。昨天我吃了好多虾。我也很喜欢吃虾。啊，你看，羽凡真的很好。全给你。他是要把虾全部捞出来。可以了可以了。我一不留神你把整盘都给我平移到我碗里了。你太可爱了吧。好好。是是是是。开心。我超级想滑雪。我也算是就是实现了自己的最近期的愿望之一。嗯，还有之二之三是什么？那后面再解锁。再解锁。哇，他们是最开始双向奔赴的这一组。哦，对，我也想从你后面吓你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哇，好漂亮。我们朝这边走。好呀好呀。等很久吗？嗯，没有很久，就是有点紧张。没事。东山湖公园。对，那你住的地方是不是离这里很近？很近很近。这公园我还没有逛完整过。
那我们今天就换。好舒服，太适合谈恋爱了。最近在跳舞。哦，你要加入吗？不要吧。爱人属性大爆发，让我一人属性爆发。不要打扰他们的，对他们的快乐。但真的好快乐，我就超喜欢广州这种感觉。是，我也很喜欢，对不对？就是。哇，因为你住的地方离这边很近，很近，所以就可以常常来这种比较老广州的地方。嗯，这里面好像是有一家咖啡厅，我们去看看。坐一下，坐一下。哦，这里漂亮啊，在湖边，会有蚊子咬你？没事，我已习惯了。我有带驱蚊的。哦，谢谢。红高真的是一个一直很体贴的人。哇，恐龙，好，我要这个恐龙，是这吧？探个头，是不是很可爱？探个头出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我还挺满意，就是我觉得比较能够介绍我的一部分吧。希望你可以喜欢。他就是很喜欢音乐。非常喜欢的，谢谢你。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棒的礼物。其实我今天有想把我喜欢的歌也导进去，但是我其实跑了很多家店。哦，都搞不定。搞不定，就没有办法。那也很用心啊。但这首歌，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真爱值得等待。哎呦喂。True Love Waits。其实这首歌会为什么让我那么坚定的选择？因为我知道我会要想要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完成深度思考。嗯，那我觉得可能选这首歌的人他也会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我想的。其实我觉得你的感觉还挺敏锐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它讲的是爱情，但是你可以感悟出远超于文本本身的一些情绪。我通常就是会沉浸在那个情绪，然后就躺在床上，然后就感觉全身都没力气的那样。完全被泡在那个感觉里面。因为我反正对我来说，就是喜欢或者爱情，它不是一个纯白色的美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会有很多冲突，会有很多不和谐之类的。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一个情绪，它一个层次很丰富的一个东西。嗯，等下这首歌它重编了之后，就慢慢情绪就推起来，比较接近我心中所认为的那个状态。你刚刚有一句话会跟我截然相反，就是你说你觉得它一定不是一个纯白色的东西。但你觉得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纯白色。它其实代表一张白纸。我觉得是要两个人共同努力，才可以在这个白纸上面去绘画出很美丽的图案。他们两个完全就真的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挺好的，就不同的观点吧。对，一个是深度思考，一个是沉浸体验。对，他们俩的世界不太一样。可能我之前理解的就是那些外向的人的话，把所有人都处理得好，而且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你不是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的。嗯，就是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扰，就是因为我性格就是这样子。嗯，就我也不是缺点。对，我本来就是一个E人。然后我无论是跟朋友相处也好，然后跟新的人认识也好，我就是会
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所有人，但是其实我很累。对，就有时候可能嘴比脑子快，然后你就脱口而出是吧？对，可能会误伤了大家什么的。没关系，大家都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对，没啦，你已经很好了。哎呦，谢谢。我是觉得没有人是可以做到完美的。你可以试着接纳你自己，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做得蛮好的。对啊。黑天鹅，从哪里有过来的？哇，黑天鹅！他要参与我们的谈话吗？那我说几句天鹅话给他听。你们走？那走吧。广州的这一点我最喜欢。是。有生活，有工作，有生活，可以分得很开。这家找我。是的。谢谢。啊，那你还是挺爱吃粤菜。对。因为肠胃不太好。对，真喜欢。你最近有好一些吗？有，我就常备给了一次。我买的买那个药一直都没用过，没想到希望你用不上。第一次派上用场。我用上了。这个吧。对，就是它。你得照顾好自己的肠胃，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种他们好像在一起三年了，然后现在来谈分手吗？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对，我有问题。哦，就是你的问题。也有可能我是错的，就我接触一个男生，我可能会看他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每一个男生就没有说谁可以一直专一，只是说他有没有玩够。真的像分手哎。什么让他产生了这种结论？对啊，然后我就会突然想到，我觉得说其实每一个男生都会有这个阶段，就是想要玩的阶段。对，可能对我来说玩可以，每个人都会想玩，但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玩完之后收心的阶段，还是说你还是想玩的阶段？我会比较看重这个。你说我吗？我说人，你们说你。对啊，对对对，因为我会比较想比较深一点，就不是说你只是想谈谈恋爱然后就可以了，不合适那就分开，就我觉得这样就挺草率的。虽然说我已经收心了，我自认为我收心，但是，但我觉得谈恋爱不就是两个人要长期相处之前的一个预热，可能比如我们现在是陌生人，然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之后，我们会进入一段恋爱关系，然后在这段恋爱关系中，我们会逐渐的更深入的了解对方，然后当了解的差不太多了，然后时间合适了，
我们的感情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我们就进入婚姻殿堂。我是这么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分手其实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事儿。对，对，因为对啊，就是因为分手就是觉得说我们认为我们不合适，我们不适合再继续下去了，那我们就分手。但我也完全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对，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说自己的真心被辜负。当然，就是我可能就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的话，那你应该会愿意花时间，就是去跟我继续相处，然后先去看看有没有可能。能不能相处下去？再去开启这个开始。就是我可能在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我就会考虑说有没有什么硬性的条件我们是不匹配的啊？哦，比如说哪些硬性条件是你？就比如说家庭呐、然后三观呐、婚姻观呐，这种地域呀、你会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因素。我非常现实。哦。你会顾虑这个吗？如果是你的话。我会顾虑，就是我会很，怎么说呢？会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然后我会不会说因为这个就放弃自己喜欢的人，就在我的优先级里面，不想喜欢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对，其他的可能会很辛苦，但也不是说不可以战胜。我会认为我存在说有一个叫做硬条件的东西。这个人你很喜欢，但我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或小孩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看遥远的东西，而我不接受的话，那我就会不太感谢了。像我觉得作为男生的话，我就永远比较害怕了。他们聊得好深呀。那咱俩还是挺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是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个事情，所以你希望对方也能够用和你相匹配的态度来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对，那是可以理解。我觉得真心是最难得的。对，最难得，可能一辈子也碰不了几个真心的，是吗？就是真的特别喜欢。这个我觉得说对。对，就是你如果真的碰到的话，就是你都不愿意为他在机场狂奔一下吗？或者你都不愿意说努力尝试一下？你怎么突然开始浪漫了，在机场狂奔？这是一个剧的台词，叫《伦敦生活》。他们姐妹俩，然后姐姐就是考虑很多的问题，她喜欢的那个人要回挪威了，然后在伦敦。对，然后她妹妹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就很难受，还说啊，飞机肯定已经起飞了，然后我追过去，其实也不能改变什么。然后他妹妹就吐槽他，他说你多久了？你这辈子你活了这么久了，你多久你才遇到一个你这么喜欢的人？你都不愿意为他在机场狂奔。那你今天看到我的时候是不是很失望？不会啊。我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因为其实我们才认识很短的时间，
是我发起的这个邀请。嗯，行。那我认为就是不管是谁选择这个礼物，那我都应该要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啊。是呀，对，他不是，但你肯定会有期待嘛，是谁，对不对？对，我会有期待，但是我也不会说失望。对，但我还是很重视这次约会。有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聊一些之前没有聊过的话题，我们可以深入聊。而且我们今天确实也这样聊了，我觉得我对你的了解多了很多。金老师千万不能谈恋爱，太累了。乐言也知道他其实是对清雅挺有好感。对，其实这个时间需要两方在一起说开。嗯。哎，那你如果是见到你喜欢的女生，你会什么样的？那他好会问问题啊。我会让他知道的。哦。他特别勇敢。对。我会让他知道的。嗯，那你会好奇他去了哪里吗？哦，对，他已经很直接的问了。对。有一点。挺好的，比较坦诚。你可以回去问他。你会问吗？我觉得你会。你那么主动。我不会。啊，为什么？没必要吧，没必要问。就是好像在逼别人一样。就会怕给他压力。鹏哥情商很高。我去帮你问。让我汗流浃背了。让我汗流浃背。现在气氛轻松很多了，说开了嘛。也挺好。我常常对我的那些小表妹啊，就是比较年轻的女孩朋友说，你真的要多尝试，因为每一段情感都不会白白经历，你好好的经历的每一段感情都会塑造你成为一个更丰富更有魅力的女性。对，没错，我很同意。任何的关系都是阶段性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得足够相爱，然后让它尽可能的延长。我希望它可以成功。拜托。好 Hello 你好。现在是 photo 卡的部分。对啊，今天我周末换个店，然后再充电。可以。我只来过一次。我也是只来过一次。那我们去一起探索一下吗？可以。然后因为这个我充了也需要用嘛。然后我也希望太阳是能代表我的，没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啊，谢谢。我日常也很喜欢戴墨镜。是吗？那我们找个机会去沙滩或者海边，然后就可以戴了。好，然后我们从这里走。哇，这更能够放松了。保龄球会不会？会啊，我们可以先玩这个。跟你学习的，提供情绪价值。哇！哇，好久没有打篮球了，好开心。这是个运动天才，所以他一直带他去运动的地方。对。啊！哎呦！哦。哇、太牛了。
你有机会了，你随便找一个点。Okay, okay. 这个吧。这样会比较好吧？这样。哎呦。近一点，轻轻轻轻轻轻。太近了。Yes。真的假的？哇哦！哦，看一下，送给你，摸摸摸，送给你，我也要送一点给你，你要给我机会，啊，你要给我机会，真的假的？你没事吗？要把他抓完，那在他面前更自在，比较松弛，走吧。哦，我觉得这个可爱一点。累不累啊？哎，你昨天是几点睡的？三点多，四点，差不多。差不多。你呢？差不多。都是三四点啊。你是住在我旁边吗？哎，对，你能听得到我们讲话吗？没事，我听不懂。没事没事。哦，我们讲话讲得很晚呢。啊，我只听到你们尖叫，但听不到内容。那我不隔音可以吧？他妈吵了你了，不好意思。怎么？哦，这会儿他能听见啊。我会告诉他们的。不用，没事没事。因为一个地方，我的房间很安静，我有点紧张，睡不着。因为你们的热闹让我感到安全感了，我都睡着了。不是，我们尖叫就是因为突然间想到你能听得到我们讲话，所以我们都叫起来了。但我想说不是第一次哦。真的吗？所以每一次是讲到我吗？那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了。我也希望跟你们一样，就很融入的聊得很开心。我也希望可以两个人一起住。想到那个时候也很开心，读书的时候。对于你来讲可能比较近，对于我来讲就不是，所以我想起来可能都十几年前，我都很开心。当时我因为打篮球嘛，然后就代表学校，然后就去不同的城市。我在英国都没有上过体育课。不是必须要学的吗？没有。OK， 可能年代不一样。不是吧？不是吧？一根箭叫老了。这顿饭我不想吃了。那你昨天收到那个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哦，因为我很喜欢墨镜。你猜到，你有没有猜过是谁呢？猜到你啦，因为你喜欢冲浪。哎呦，就感觉是那种很适合太阳的。哎呦，明智的选择。谢谢你。这两个还挺有点 CP 感的哈，气氛和谐，气氛比较和谐。那你们要讨论其他，你们是收到礼物之后，然后回到房间聊天。对。你知道其他人送的吗？我应该是第一个上去的。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然后听到你们很尖叫，应该是受到了，我就睡觉，这样睡觉了。太搞笑了！他真的很，他笑点太低了。他上一次就笑倒在地上，对吧？这种笑点低最好。对。所以你们是收到什么了？有一个是 iPod，
里面有一首歌，然后有一个是盆栽。你笑什么？没，继续，继续。然后，你看吧，他又在笑。然后有一个是蜡烛，还有一个是一辆车。怎么车？还是粉色的。哇哦！哇！模型，模型。哇！他好自在哦，在他面前。你没有看过他这样跟其他男生可以这样？对啊，他这样子就很迷人。对。想看一下。还有一个是帽子。帽子？什么帽子？草帽。刚才那个吗？哎。哦。哦，所以你是收到两份礼物。嗯。哦。所以说他们接下来要去找另外的男生一起。没错。对。好刺激啊。对。那个草帽你很喜欢吗？嗯。哎呦。我想看，等到第三个出现，清雅还会这么放松吗？啊，好看好看！哎呦，一定要是奥斯卡，应该是奥斯卡，我们应该对了。好，你吃完了吗？走。等我一下，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OK。你看，你看，多好呀！他这个多好啊，多好的状态啊！又幽默又可爱。这个要拿走吗？这个。啊！哎呀，我很伤心啊！你都忘记了。忘记了。小心啊！他们现在是去那个地方，是一起去吧？对。我跟你讲，一定就是奥斯卡。我想问一下，你接到那个电话之后，听到声音，然后第二天才见到我吗？嗯。你觉得我的声音跟我的人有区别吗？跟你想象中的？比我想象的黑一点。我就是。但是牙齿白。对。就是，对啊，然后其他都差不多。其他差不多。嗯。那你是喜欢？我这样黑一点的还是比较白的皮肤。哎呦，我喜欢我比较白。我喜欢我比较白。见招拆招。哎，那天吃饭不是就问你吗？然后你会对你心动的那个人的，嗯，然后你就说幽默吗？对啊。然后那你现在在这两个小屋里面有你的可选之人吗？好直了，我妈。幽默的人，只有幽默这一点吗？不会吧？还有什么？主要还是看感觉吧。感觉优先。对啊。那你的对我的感觉怎么样？是忍不了一点儿啊！那真的很急。那你的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嗯，不用怕，你明天不会见到我的，后天也不会见到我的，要缓冲期，要可以缓冲一下，不会见到我的。刚好用幽默方式带过也好了，因为 Tomo 是跨城入住者，所以呢，他接下来的明天后天就不会入住到我们的行动小屋里。哦，要可以缓冲一下。不会见到我，因为刚认识啊，刚认识，啊，然后你的履历比我多很多。履历？嗯，因为我喜欢懂得比我多的人。你会看长相吗？面相。面相也好，手掌也好，你会看吗？我一点点。天哪！你这个。
你的掌纹怎么这么乱啊？但是你好健康啊，你可以活到120岁，150岁都有可能。150岁。我乱讲的哦，这个我不知道。吓死我，吓了我一下。哎，那你死了之后，你想把骨灰放在哪？为什么突然那么跳？你这个问题，哇，你俩好聊得好嚣张。不是不是，有原因的，你先说。我觉得，那我的骨灰，我希望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在哪里都没问题。哦，哇，为什么这么跳？哦，因为我死了之后，我想把骨灰放到宇宙里头。宇宙。怎么放啊？所以啊，我希望能赶紧研发出什么那种大家都可以上去的那种方式。上去。我也希望我能去一下，我也很期待。嗯。我的意思是我还活着的去。哦哦，你想活着去？对。以毒乱回。2v2，哇哦！Yo，Hello， 坐吧，没关系，我们不用那么客气，选一个你喜欢，我们自己来吧。谢谢。怎么样？还可以。那今天呢？还可以的。哦，来了来了。小咪嘛，小咪。嗨，太养眼了，好漂亮啊！看着你就开心了。嗨。哦，他盯着小咪。Hello， 你好。要水吗？选个你喜欢的杯子。谢谢。走。你们昨天是选那个选了礼物。然后你知道是你知道哪个礼物是谁的吗？哦。你知道我完全没有猜到是谁。你们两个人送的是一个东西，一个东西，这个脑回路也是服了我。不是、啊、不是，那为什么会知道你们两个、啊？就是这场约会，它有一对一的，也有2对2的。啊，男生知道，女生不知道。哦，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是2对2。应该是也有机会是3对2了，啊，有机会，有机会是3对2。那你们送的是什么？你选的是？我选的是车。定好的。哇！你送的什么？一个911是吗？啊，对对。粉色的。对对对。哦，你喜欢车？我挺喜欢的。那为什么是粉色？他出场的时候就说他喜欢粉色，因为我觉得他装饰性挺强的。嗯，就是你想象一下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车，然后它的涂装是那种粉色，然后可可爱爱的那种，有种反差感的那种，嗯，我感觉很好玩。你应该也是蛮喜欢开车的，对，送礼送到心坎里了，真的是好巧。
嗯，好巧。你有开灯吗？啊，没摁出来。他可以亮，你有灯吗？有灯带在里面。回去摁一下。傻笑。你那边工作忙吗？挺忙的。挺忙的。嗯。对。你会自己做设计吗？还是？对，我跟设计师有对接，然后把我的想法跟他说，我俩再继续沟通。我觉得做鞋子特别困难的一个点是开面，开模，每个码要一个模。对，就光那个模，我们当时就是打出来之后，就因为那个模搞了大半年，就每次打出来，就其实调了几厘米、几毫米的一个细节。要重新开一个，就重新开。而且特别贵吧，就是特别贵开模。它其实做鞋子模开模费就是最贵的。奥斯卡说我是谁，我在哪？对，我其实有听说过，然后当时因为我也在有选赛道。你自己画图吗？对，就是我跟我搭档都会画图。他每天晚上也在画。我有空会画。对，挺好的。哦，他们俩很搭配啊。对呀、啊，在工作上也是的。嗯，设计应该在里面。清雅来了来了。Hello. 你好，你好。啊？应该是。我以为是玩卡丁车。我们也是来玩卡丁车。玩过了吗？没有呢。哎呀，又惊了！你看，你看他状态变了。哎、嗯。这才是真正的心动，喜欢。哎、他得有一点胆怯。不要在喜欢的面前太过紧张。对。你们已经见过了，见了。好，要水吗？你们选个杯给你们。哟，矜持的。迷糊，因为你选的礼物啊。对，你不知道吗？知道那个规则。你不是有两个礼物吗？选的这个啊。啊，对啊。他真的小迷糊，好可爱。这是谁送的？这是我送的。哦，真的。对。哦，我没猜出来。哎呀，开心了他。奥斯卡、看嘛，我就说帽子是他。耶、挺好挺好。我跟你说，他要感谢谁？你知道，他要感谢羽凡，因为羽凡选了他的香氛蜡烛，他才有机会拿到那帽子。对对对对对，互相实力，好姐妹。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见他呢？因为他送的墨镜。然后你又还有个帽子，我是那个帽子，所以才是三对二嘛。哦，啊，你选的是他送的啊？他送的哇。你送了什么？送了辆车模。哦。我骗他说是真的，粉色的车。我骗他说是真的车。Oh my god！ Oh my god！ 他说好酷哦。我一直以为你送的盆栽，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跟盆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印象吧，可能我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更激进一点。我有时候会喜欢一些比较硬核的东西，对，然后有时候会喜欢一些比较，可以说是可爱的东西吧，然后。
那个东西就是两者结合起来。对对对，我就觉得又酷又可爱。对，被认同了，被认同了。然后你有看到那个蒂芙尼蓝的那个拉菲草吗？看到了。那个其实就是我昨天临场发挥，就是想把那个拉菲草塞到轮胎底下，然后排气管后面。本来那个蓝跟那个粉配的就挺好看的。嗯。它那个场景就是把它塑造成一个。那个车正在烧胎，然后它的烟也排出来是那个蒂芙尼蓝的那个场景。啊，对，我还放了个兔子。我看到了，你99年属兔。啊，对。后来想起来。啊，对。哦。对，那个车帽旁边有个兔子。我一直还以为你会送首饰。慢慢来吧，能代表我的还有很多。好有自信，等待挖掘，等待挖掘，等待挖掘。咦，小咪今天也很开心啊，状态很好。你不好奇草帽的含义是什么吗？哦，好奇啊，我很好奇啊。因为我在英国读书嘛，然后当时我在英国念的那个是哈罗。哦，名校哎。然后哈罗现在是基本上唯一一个学生还要戴草帽上学的一个技术学校。啊，天啊！所以你选了草帽。对，因为5年的时间可能是我成长的最快的一段时间吧。嗯。可以添水吗？可以，我来，谢谢。他说你像盆栽了，热的。谢谢。那个送盆栽的人怎么办？人家过得挺好的，操别人的心。人家是最好的，现在。你们这一桌让我们操碎的心。就一起可以种的那种，可以自己亲手去摘下。那肯定就是牧尘，牧尘才是那个蜡烛。这句话，不一定哎。我觉得 media 可能是蜡烛，因为蜡烛它背面有一串英文，因为我根本没摸到过那个蜡烛。是吗？有一串英文吗？哦，那聊到了不该聊的人。那是怎么决定1v1和3v2？那个状况是我们对视了，然后我就一起吧。哦，然后就这样决定了。你们真的聊天聊到挺晚的每天。会吧，也是的。我每次路过都能听到你们在讲话。啊，真的吗？所以昨天我们听见有人突然说：“幽灵物兽啊，是你们吗？”对。可能是我们就突然有人大叫幽灵物啊。你看哦，他在奥斯卡面前笑他会遮嘴，他在那个谁面前笑他才不遮呢。确实，遮什么遮，都聊到骨灰了还遮。啊，我们要去玩车了。行啊。啊，好像很好玩呢。为什么你换了他没换？因为我穿了裤子。我们过去吧。我刚才说见到你，我觉得要上太空了。对。头盔，谢谢。我都这个吧，我要这个。我可以要一个黑色的吗？好，行。对，我要白色的。那我要黑的吧。好，谢谢。心里不是个滋味。他应该有注意到他的态度完全不太一样。他一定有感觉到。不管我的发型了，冲吧。帅气的发型都不见着了。这些爱情大道。
我看着还好吗？嗯嗯，还好，我还认得出你。对，像盆栽。他们肯定带的时候心里在想，选错项目了。对。我们有双台单人的，两台双人的。可以选什么？都可以选，都可以选。一定没有人要选三处啊。勇敢点，勇敢点。你会开吗？好久没开了。你们想开单的还是双的？还是就是一个男一个女？都给我主动点儿。多久？我去单人吧。奥斯卡知道汤姆喜欢清雅，所以现在奥斯卡在帮着汤姆，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对。那要不，反正两个都可以控制，然后我们右边是那个主驾驶。哦，右边是主驾驶，那右边永远主驾驶，那你开吧。那我们都单。哦，干嘛呢？我们真的太明显了，就是故意想跟 Tom 保持距离，他又不想让奥斯卡感觉到好像他跟 Tom 认识。哦，我们单吗？对，我们单。可以。哎呦！啊，五号。他俩坐一块儿。你驾照考了几年了？我开了六七年车了。啊，那应该是也是老司机了。嗯，对。可以，可以吗？已经开始起雾了，手动雨刮。啊！手有点火花出来了。有的。我们准备发车。来了。Go go go！听得到，你试一下扭方向。有啊。你扭一下方向，有用吗？没有，怎么动不了？有点重是吗？我先追上去先吧。哇！啊！妈呀！头疼。我先上车了，先。想开一下吗？好晕啊！好晕，那我开慢点。他有照顾到小明。也不用这么慢啊，不用这么慢。你试一下控制，你来控制。我不走了。交给你了。
小咪的状态从一开始表情都是挺淡的，这一次因为那个礼物嘛，当然先有点打开他的心，他的脸多了很多生命的感觉，真的对这个人你开始产生兴趣的那种渴望了解的感觉。可以了，应该可以吧，我觉得现在可以吃了，现在可以吃了，人多确实可以吃火锅哈。真的很好吃啊。去了哪里？给你们扎头发用。哦，谢谢。哦，谢谢。这很贴心。好贴心。哎呦。但是我是挺好奇的，你们希望收到什么礼物？我们希望收到什么礼物？对，现在这个也挺好的。哎呀，开心了他。就选的就是，其实我们选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东西喜欢的。我觉得我选的就是我喜欢的。我选的就是我喜欢的，算大胆喽。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对。所以。哦，你第一天没有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我们三个是在深圳，他在广州，广州，所以你们也有分享那些兴趣爱好那一些吧？有啊，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兴趣爱好。你们俩不是住一起吗？对啊，我知道啊，但他能不知道吗？主公来了。我们应该不太清楚，可以再讲一次。对。啊，就是兴趣爱好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进足球队，然后什么队？足球队。足球队就是偶尔会踢一下球，平时也会跑一下步的健身吧。因为我工作状态是，比较封闭的，就是有时候会很渴望呼吸到外面的空气，然后我就会出去跑步。嗯，对。挺好，挺好，挺好。都是运动的，也会看电影和打游戏了，但是打什么游戏？啊 ，CS 五。那你也会打游戏吗？我打撸啊撸。哦。我也是。撸啊撸，哎呀。OK。我还打文明。有，哎，好玩，这么小众游戏，不小众啊，很好，小众吧。我玩游戏，但我不是玩的，我是玩刮刮乐。消消乐是吗？我也爱玩，我是边吃边点外卖吃涮。那赢了要怎么？赢了会怎么样？赢了就是你是跟电脑打。啊。他们不懂哎。哦。哎呀，插不上话了。哎呀，这俩人玩同一款游戏。没想到最后是聊到了这一波，一下默契值冲起来了。